It's impossible. It's impossible. This is amazing. I'm so full.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Very nice. I was full. I really recommend this. Impossible is so good. It's so direct, and there's so many opportunities for amazing magic to happen immediately. And the ending, everything matches. It's incredible. I love it. Guys, this is incredible. The quality is really good, and it's easy, visual, and for everybody. So buy it. Thank you very much. Impossible. It's really impossible. Amazing trick. Impossible. Completely impossible. You'll definitely use it.我先抽一张牌在桌上，把你刚才心里想那个颜色抽出来，一样盖在桌上。一样，我会问你要换或是不换，要不要换？换了。啊，那就直接随便换一张，你自己决定。好，所有过程都是你自己决定的。我一开始就放一张牌在这个地方，你放了呢，最后换一张蓝色。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会换了一张牌，当然也会是一张蓝色。剩下四张都不一样，对不对？再一次，第二次来，心里面在想第二个颜色。想好就跟我讲，你想好了，想好了吗？嗯，想好。好，我一样放在桌上，盖在桌上。有点怀疑，好，好，你要我啊？要吗？重新吗？还是你要再想一张？好，那我就放这张喽，随便放一张下去。一样，我会问你要换或是不换，要不要换？随便你。换了。好，那就换一张，直接抽一张放在桌上。好，一样，最后问你哦，要换或是不换哦 ？OK 了 ，OK 了，好，OK， 要换或是不换？要不要换？你可以决定你抽掉或是不抽，就是放着。你要抽还是我抽还是给谁抽？好，那我们来随便选一张牌，这张吗？抽出来放在桌上，交换喽。所有过程都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换了一张牌呢，是一张橘色。你刚刚随机抽到一张牌呢，当然呢也会是一张橘色的，没错吧？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你为什么要换？剩下三张不一样的颜色，对吧？再把牌洗乱一次。你说停我就停。好，你洗乱了 ，OK 好。这一次你要先放还是我先放？我先放。好 ，OK， 没有问题，那就直接随便放一张。好，一样这边有三张牌，没错吧？好，一样放一张牌，剩下两张就交给你了。洗乱完之后，左手拿一张，右手拿一张，你也是洗乱完之后，左手拿一张，右手拿一张。所有过程都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没错吧？我最后问你要不要交换？不要。你也一样，要不要交换？随便你。都定下来，对不对？来，你们两个人左手是哪一只手？左手就是这一只手，没错吧？左手最后停下来这两张牌呢，会是一样的。右手呢停下来这两张牌呢，也会是一样。还有桌上的这两张牌，你刚才选到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